我突然想了一个问题啊，你说光电奢侈它是食材还是灯呢？因为灯源已经跟食材融为一体了嘛。我还给它配了一个遥控器，控制开关和色温，它能够用在背景、吧台、楼梯、餐桌等部位。这样的话，光电奢侈真的不只是石头了。你看这样的餐桌，要不要来一个呢？光电奢侈轻薄透亮，可换灯源。